经商定，中印两军将于3月11日举行中印第15轮军长级会谈。1月12日，中印双方举行了第14轮军长级会谈，双方就解决中印边界西段有关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，并发表联合新闻稿。希望本次会谈能够在双方此前会谈的基础上继续朝前走，进一步扩大共识，缩小分歧，努力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